今天瑶瑶教大家一个新的绑挂件的方式。首先呢，要准备一条高货绳，再加上你的小吊坠。首先呢，要把你的小绳子烧一个小尖尖，记住啊，这一步千万不要烫手啊。然后呢，把你的翡翠穿进去，放在一边，用你的右面这根线，用手抓一下，一定要有一个空位啊，因为我们要往上绑绳子。然后呢，拿我们左边这根绳子开始缠圈圈，绕圈圈，一圈一圈的绕。也许飘来好消息，一切新鲜。绕个两三圈，绕个三圈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这根绳不要放开，从这个小圈圈里面穿进来。最后一步，拉这根绳子。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，这样我们的翡翠就绑好了。然后呢，记住了，要把这个绳头剪掉啊。用打火机烧一下绳头。哇，不要像我一样烫手啊，好痛哦。